开始中间，那我们看一下，短短的10秒钟、20秒的时间，我们让明天我们捕捉美丽的倩影。好，中间，然后慢慢的移动到左手边，左边这里我们有许多的媒体大哥们，那我们看一下左边。好，慢慢的再环视回来，右手边这里，右手边前方，右边。那当然呢，待会我们邀请嘉欣好好的来跟我们聊一下。好，媒体朋友们都有开杠吗？有需求的再举个手，让我看一下。好，左边这里嘉欣，左边这边个子高高的大哥，帮我看一下左边。好，再捏一个，然后拿高一点让他拍。对，这不用那么狰狞吧？他应该是软的吧？好的，就丢进热油当中。哇，大家的摄影相机也马上就举起来，内涵。来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哈哈外表。麦克风先放下来，麦克风先放下来，麦克风先拿低一点。对，你的麦克风先拿低一点，然后狮子头拿高一点。不要不小心吃下去哦，这是大家要吃的。